欢呼声在哪里？粉丝在哪里？就你们的双手一起来欢迎高校女神许维芳。Hello， 第二个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维芳。哇，今天好多人啊。Hello， 你们好。接下来带来的第一首歌叫做《毕业歌串烧》，送给大家，会唱跟我一起唱好吗？嘿，曾经青涩的你。别怕走在错综复杂里，雨后天晴。希望的泪消散。
大家今晚有没有穿得很保暖？有吗？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灯会，我刚刚看到那个主灯，超级超级让我觉得，哇，这是我看过最漂亮的灯了，在那个计程车上面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呢，送给大家这首歌叫做。